借由旁听的机会，因为我现在刚刚开始工作，要进入人生一个阶段，然后就是能够在这边听各位前辈分享一些经验，让我对自己的未来的人生更有规划，然后也会更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那之后可能会想说要调整自己的饮食，因为我很喜欢喝饮料，然后对啊，之前可能会一些冰的东西啊，然后饮料喝的蛮多的，想说这有可能是就是会让我过敏或是免疫力不好的原因之一。那就是接触这些健康讲座之后，会让我更知道说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对啊，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很有帮助，也谢谢大家分享那么多经验，让我学到很多，谢谢。